家好，这是我在芬兰的家，比较简陋，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。这里是门厅，这里是浴室，这就是我的卧室兼客厅了。现在是晚上，就先给大家拍一拍屋里的情况。从国内带什么东西来，所以大部分的调料都是从这儿买的。倒霉的冬天一直在下雨，外面还有一个阳台，太冷了，我就不出去了。